总统出访专机成了私烟团购团，七月爆发至今第二波侦查终结。台北地检署本次调查名单，针对购买50条以上的私烟大户，一共有27人遭到约谈。外形清秀，人称特勤郭雪芙的张嘉玲也在这一波调查名单。早在2012年总统大选就担任过蔡英文随扈，这次却因为帮男友购买100条烟遭到调职，还要追税6万元。另外，总统府内卫主任少将林国清同样也是购买100条，逃税6万元。第二波购烟大户中，严家庆、蔡正宁、周硕燕购买超过400条，逃税24到32万元。27人违反税捐稽征法，给予缓起诉1年处分，但必须支付国库3到30万元。检方表示，后续调查还在进行，目前连同第一波侦结的吴宗宪、张恒佳等13人，已经有40人遭到法办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